为了，虽然大家拢甲我讲你已经死啊，也不过我唔相信。我知你不爱甲我相认，一定有你的理由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会等你，一直到你愿意甲我相认为止。你先落去。为了，我相信你搁活嘞，我替你点一个光明灯，就是希望，无论你伫个啥物所在，拢会当平平安安。无论你伫个啥物所在，菩萨都会当甲你保庇。无论你是毋是爱我，我拢祝福你平安快乐。你哪会雄雄去寻到这飞龙点灯呢？我有一个感觉，我感觉飞龙伊无死。乔红，你安尼替飞龙点灯，敢唔惊飞虎知影会生气？我若是惊，我就袂安尼做啊。无论是飞虎，还是所有的人，拢甲我讲飞龙死啊。啊，不过我唔相信，而且你有啥物代志伫咧污骂我？对不？无，飞龙已经死啊！我讲的温婉，不是讲飞龙的代志。你安尼着急解释，是要创啥？我感觉我甲飞龙已经见过面啊，阿哥。玉凤，你想想坐啊，
这哪有可能啊？明秀，你到底在惊啥？你是惊惠后把我威胁对不？有，不要紧啊。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创啥，啊，不过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。明秀，假使你有法度甲惠良见面，你当甲伊讲，我真思念伊。答应我，假使你把我当作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就要答应我。表也是安怎？无代无志叫我来偷电箱啊！哎呀，是要创啥？这尼人真多，等下我叫人抓着我，哎，我这个人会死啊！我这箱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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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啊，要去倒位找箱啊啦？这。真正有一卡箱呢，我进来走。啊！老大，有一位总朋友要偷电影箱。大人，大人，歹势啦，我一个机会啦，歹势啦，你歹势，你走。这么多古董跟珠宝，哎呦，还有银票呢，哇！刚来，这就是我要重新搁徛起来本钱。你若摕这个钱来整理中医堂，还是去做一挂生意，我无话讲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搁想要找遐人报仇啊？摸唔着。这几天啊，我真足想过，是我爱我死的人，因用的是中医堂的武功。虽然因有改装，也唔过我愈看愈面熟，因有可能都是迄当时到处绑架的人。假使因真实是中医堂的地主，那这个冤仇就结清啊！因无提我的名，绝对袂放我耍。阿秋，啊，你紧把这个物件换作银两，摕一条皮去唐山。去唐山，好，阿要创啥？我要你去找孙武大人，请替我主持公道。表兄，孙武大人哪有可能跟咱斗三工啦？你想看卖，我跟你做生意，咱是官商勾结的。孙武大人若调查起来哦，要计衰哦。对啊，当初是。因遐个人都是摕孙武大人的命令，才害你无法度做官。啊，佮有你佮阿秋的代志，我看孙武大人袂插你啦。您放心啦，办法我已经想好。只要孙武大人若看到这张批，我自然有办法重新佮徛起。我知影你事了真无甘愿，啊，毋过真侪代志袂好强求。你着伤，心情阁无好。我看你也是踮厝内底，甲身体调养好。阿娘，即摆时机对我来讲是足重要，
我一点仔时间也袂当耽误。阿秋，你就马上去登山。是，紧嘞。好，好啦。惠后，遐个人敢真正是中医堂的人？若是安尼，无论安怎，我嘛是伊的师娘啊，让我替你去求情。阿娘，伊若真是中医堂的人，你唔通袂记，以前你是安怎对待伊？啊，不过，搁再讲，卡叔今日转来报仇的，是道德、天救，啊，甲明秀，应该听你讲的话。我，搁再讲，我袂让我家己阿娘去对人求情，我吴惠后绝对袂做这种代志。代志既然因行到这地步，不是因死，就是我亡。多谢菩萨恩杯啊！这首吼是三十七首，我来替替。另外一支是要问阮囝运道的，麻烦你。没啦。飞龙不是死啊？奈为的光明灯点伫个遮呢？夫人，这边的个暂时。庙公，恁家那有黄飞龙的光明灯？哦，啊，这下早起吼，恁是无来点的。啊，这张吼是恁家甲恁先部的戏啦，啊，这张吼是恁家运道啦。多谢。那拢是下下签。啊，顶回我若问阮囝甲新妇的感情，新明就甲我讲，因两个阿母感情恩爱。那这张下下签，讲因两个阿母会分开，你敢会摕唔到签诗啊？无唔对啊，啊一张三唔七，一张六都是啊。啊，不过我顶回来求的拢是上上签啊，啊，那这回变安尼啦？这我嘛唔知呢，这是菩萨的旨意。鬼好讲话，遐要害死的人是中医堂的人，哪安尼？敢讲飞龙也跑过再来？飞龙是不是无死？你讲话啊！飞龙是不是无死？我唔是甲你讲过，伊死伫个伽马兰大楼内底，你是安怎搁要问我？你莫阁骗我，飞龙若真正死伫个伽马兰，你来去庙内底替伊点光明灯。我毋是要责备你，你毋免闪跳我。我是要知影飞龙伫个倒位，我要拜托伊放飞好一条生路。你讲话啊！其实我嘛唔知影飞龙到底伫个倒位，我甚至唔知影飞龙到底是生还是死。啊，不过我感觉，迄叫龙在天的人，就是飞龙。我哪安尼？我拄才去庙内底，替飞龙求个签，你还有准啊？阿姨，你顶回唔是才去庙内求一支上上签，你是安怎今日搁要去？我都是袂放心，我才去的啦。我想袂到，真正让我抽到下下签，签是顶关啥？讲废话，连伊都会大难临头啊！玉凤，你敢袂个带念着？你敢废话阿妈要结婚，跟我来找飞龙？叫伊手洗牙关，饶飞虎一条性命。我安怎讲？
因两个嘛是刚被狗尾兄弟，阿姨，咱两个换一个立场想看卖。假使你若是我，你敢真正甲去找飞龙？就算你真正找到伊，你敢真正甲去问伊，叫伊饶下一切手艺牵手，杀死苏兄弟，消灭掉伊两个人的性命？ 你敢做会到？我是伊的阿娘，我总是来试看卖。林来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仗义相助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应该说多谢人是我。若不是恁大家好心，给我一个解决机会，我这条老命早来去见阎罗啊！阿爹啊，你莫安尼讲啊。 这所有派代志吼，拢是忽悠到局处做的，跟你无关系啦。玉秀安尼非分三错，人家讲用处不够，负之过，我应该负起责任嘛。林来呀，你唔爱阁讲啊，玉凤，这林来呀。 已经倾重金厝王强记中一栋，对阮来讲已经是大恩大德，阮也可能会霸占你财产，今日也请你收起。是啊，爹。无啦，这是要代替玉秋哦，这赔偿品，这全部拢恁的，这毋是我的啦，拢恁的啦。阿爹，虽然讲玉秋又做唔对啦，啊，不过阮只是要回一个教训尔。啊，假使讲你也不用从这收来。 安尼，敢袂等于讲阮爹霸占你的财产？玉秀今仔所做一切，人咧讲，真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尊讲你有万贯的家财，你若无好我去接着，以后嘛是会变成做奴婢的。我想讲，将这银两，要互恁重建中义堂。 爹，要重建中个堂个，是阮拢庆贺啦。恁咪遮尔客气啦。飞龙，恁若莫搁再坚持啊，也无安尼啦。这银两暂时放伫你这所在，阮若有需要时阵，我再甲恁提，好无？这袂用个啦，我好啦，安尼算啦，算也歹看啦。今日了后，这么坚持。 要交你保管，不用，我甲你暂时替你留保管。卡输伊输来时阵啊，即个条约咪共款啦。是。啊，对啦，我需要一笔钱。啊？啊，林老爷。啊，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要将恁家即间祖厝哦，改建做中义堂啦。 啊！以后互恁倒转来时阵哦，有感觉转来中义堂的这个感觉啦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好啦好啦。真多谢你。哎，行啦行啦，我找一下创啥？做事啦。唔来。哦。 你是蔡文对不对？你哪知？我是恁大舅啊！我咧唔知，卖阁想啊啦！迄事情有交代，叫人去找几啊工人哦，来只小车过一下，要甲恁老爷这厝哦拆个甲中义堂同款。这是外大的工程咧，这个做无好，叫人去苏志仔，你去用电话甲你讲。好啦好啦，行咯行咯，讲遐济。啊，阁坐咧遐。好啦。阿姐，阿姐。到底，Thank you。 你现在要骗我？既然你伫遮，惠良嘛伫遮对无？惠良，无啦，惠良无伫遮啦。我早就怀疑，我早就怀疑刘才天就是惠良，但不可以怀疑你。既然你我看到你，我更加确定惠良搁活嘞。 我要你去找惠良，我要你去找惠良。
叫我，俺不是啦，阮不是为了给你甲回娘见面啦，是回娘死啊，人死也是要他见面啊，对不？是啦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回娘一定在内底，回娘一定在内底，我要去找回娘。回娘，怎么安尼啦？回娘，回娘。你阿爷，阮叫林总来啊。总啊，我来甲你讲多。阿爹啊，你现在都要跟因同款，要阻挡我跟惠良见面。哟，阿爹已经不是这间厝的主人啊。道德甲天九也跟你讲过啊，惠良人都无在内面，你为什么一定硬要进去？你这个个性啊，安尼阿爹会叫你影响着，又去你拖累着，你敢知影？我跟惠良的感情，你应该真清楚。天九。尤其是你，杨，我甲惠良失散，你着一直伫咧阮身躯边，阮两个人的感情，你比啥都较清楚。我故意当我到今仔日，都是为着想要甲惠良见面。你啥都无爱让我离去，你啥都无爱让我离去。是因为我即摆的身份是惠好的骄傲，你才要走动，不爱和我甲惠良见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杨，还是惠良气嫌我，不爱甲我见面。惠良无气嫌你啦，刘洋，惠良都已经死了，伊要来气嫌你。尊公惠良这么无事，伊还祝福你甲惠好，哟，回去，莫为难阿爹，也莫为难你的好朋友，吼。林老爷，你心肝实在有够强的啦。我拄只是啊，只想要甲玉凤讲，讲惠良搁活嘞。我会死心啦，死心总比伤心还搁较好。都不愿跟我讲，惠良，你到底在哪位？你到底在哪位？谁都不愿跟我见面，你谁都不愿跟我见面。我想要跟你见面，只是我今晚我还无法度跟你相认。
恁两个人哦，后摆较注意啊，若该装好势哦，才通出门啦。阮知啦，是阮无细腻啦，阮哎呦。阿爹，叫洪奶奶，伊就认出了徒弟甲天九啦。杨在天哦，就是你啦。你想怎讲？我就讲你已经死啊。玉凤虽然是我的查某囝，啊，不过这样代志事关重大，我袂用让伊知影。若让伊知，规个计划就全部拢无去啊。虽然讲哦，玉凤敢认出来，也不过就算敢拍死，我也袂承认你阁活的啦。恁娘真个无细腻啦。无啦，啊，我都有准备。啊，天机我去想啦。啊，你好快讲讲，本来想我得等。好啊，好啊，你莫阁讲啦。但你定来甲伊骗落去，玉凤心肝内绝对真艰苦的。我本来想要叫伊，但我煞唔敢。我是惊一看到伊，我嘛唔知要讲啥。我是惊一开嘴哦，就会将咱所有的秘密拢流泄去。恁两人实在是真歹命。即嘛实在是应该恁两人团圆的时阵。为了过忍耐一段时间，好。我不是来买米，我来找人。我要去梁在天，伊无伫咧，为什么代志找阮嘛同款？我一定要见到伊，伊即马人伫咧倒，当时才会转来，我会伫遮等伊。你到底有啥物代志？甲阮讲嘛是同款。当然无同款。我的亲身听伊当我的面，安怎甲我叫？恁两个人老实甲我讲，梁在天是毋是就是飞龙？你讲啥物龙？我无熟悉，翻白。是啊，阮熟悉梁在天已经熟悉十多年啊，伊就叫做梁在天。我想应该是你认着人啊。我唔相信。恁两个人一定知影伊的身份，我求恁好无？恁甲我讲，伊就是飞龙，对唔对？伊唔是，伊一定是。我知影，我知影恁因为我是飞虎的阿娘，所以对我有提防。啊，不过恁也知影，我嘛是飞龙的孙女，嘛是忠义堂的人。现在心内真矛盾，你敢知？我承认，我想过想回好，想过挺诚意，啊，不过这边我袂阁再为何为好。我来找伊，是要化解飞龙甲飞虎因两个人怨恨。我安怎讲？伊嘛是兄弟啊，对唔对？请你相信我啦，我绝对袂去甲害，我一定要见到伊。我足想伊的，有足侪话要对伊讲。梁在天就是飞龙，对唔对？唔是，伊唔是啦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你唔相信嘛？无法度，我唔知影。好，我会过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见到伊。苏娘要来怀疑飞龙就是梁在天，敢讲伊发现啥？我嘛唔知影。唉，啊，不过看到苏娘安尼，我唔感觉足艰苦的。伊安尼啊听飞虎，一定真无愿意看到今日这款场面。伊即卖一定真后悔，也唔过，这嘛是家己做得来的。
看到伊安尼，是讲过伊足可怜的，俺阁想着悔悔对咱所做一切，我就唔知影是要可怜伊，还是怨恨伊。公主，莫哭，莫哭，莫哭。哎呦，囡仔来哭干阿娘啦，来，阿妈笑，阿妈笑呢，唔通哭吼。阿娘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你无滴药，红也无滴的。 公主一人困起，你莫哭，无人管。唔通哭哦，公主唔通哭呢，乖哦，阿妈笑啊，阿妈哭，乖啦，好啊啦，唔通哭啊啦。这个囡仔哦，干那啉药方啦，含我这做阿妈嘛无法度，唔通哭呢，哦，乖。我来做药方。 我有代志要问你，有啥物代志，你莫讲，唔免啦。是安那啦？看你敢那足忝的。我已经找几工啊，所有话当问的人我拢问过啊，啊不过，就是无人愿意甲我讲。你是想要问啥？我是要证明，迄个刘在天就是毁了。 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毋爱伊，伊只不过是我天庭老的人客，你若拢毋死心啦？我就是袂死心，我若是无知影代志的真相，我无法度食，无法度困。凤姐，你是我最后的希望，你甲我讲实在话，迄个刘在天就是毁容，对无？ 玉红，我甲你讲过几啊摆啊，伊是我的人客，毋是黄飞龙啦。伊安尼一直甲我逼，一直甲我逼嘛无路用。就算讲你甲我逼死，梁在天嘛无可能变作黄飞龙啊。好啦，就算伊是你的人客，伊一定爸甲你讲过伊的代志啊，你无可能啥物拢毋知影。 对好，你在这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你甲我跟踪。我是关心你，出来找你。我看到你在这，我才会直直来。你什么时阵失散？ 为什么时阵失散？你敢唔知影？进前我和文英来关伫个天皇楼，你敢袂记？迄个时阵，凤姐正照顾我，阮就是迄个时阵失散。原来是安尼。为何？我有代志要甲凤姐讲，你当先转去无？宫中伫厝诶，一直哭，无人为伊发度。你拍算要靠偌久？ 从来都唔知影，你竟然跟我某会熟识？你今日惭愧，侬个黑咯！ 伊都已经死啊！你到底搁要查啥物？伊无死。小兰，你讲伊无死？你是唔记得伊的人，还是你听啥物消息？我无记得伊的人，我嘛无啥物消息。玉红。阿唔过。
我感觉惠良唔呐无死，而且伊早就转来房家，我感觉会着，伊早就转来我的身躯边。玉皇，我能确定惠良已经死啊！你的死心，你何必为着一个已经无伫咧世间的人点仔咧烦恼？你若是为安尼，把你的身体拍歹，安尼就无价值，你知影无？有价值无价值，那是我的代志。惠良，我相信我的感觉。玉皇，我一直希望你会当欢喜。不管你做什么代志，我拢一直顺你的意。惠良已经死这么久了，谁让你搁不爱死心？谁让你搁不要来对待我？我一直爱的人是惠良。我虽然人嫁予你，也毋过我对惠良的心，从来毋捌改变过。你要打倒我死！我看你不去倒去找惠良。我一定会找到惠良，你放心。玉皇，玉皇，玉皇！你这世人如果再分开，我爱你，我不爱跟你分开，是你逼我嫁予你，我恨你。不会好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刚刚那个梦是真的，不会，惠良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虽然讲玉皇今晚心肝来敢那吴惠良，但我这个死人是无多敢当。玉皇，吴惠良已经死了。你袂当回来！你永远是我的，你永远是我的。惠良，你想我是死啊？我绝对要让你比以前更加凄惨。乖呢，唔通哭哦。尿珠啊，甲你换，饲也饲饱，啊，你还在哭啥？乖吼，阿妈笑呢，唔通哭啦，乖吼，乖啦，唔通哭啦。玉皇啊，你是走去倒？你看宫中哭到安尼，我安怎甲骗都骗袂定，唔通哭呢？我来抱啦。谢你。好啊，别哭啊，吼！哎呦，公孙乖，别哭吼，无法度呢。这囡仔就出事了，爱地里，干那你有法度甲骗好定？我实在做烦恼，万一惠良那真正无死，你敢要跟伊离开？那安尼公孙是要安怎？阿姨。你放心，我等过严秋，会好好照顾公宗，我一定会守信用。到时阵，我会朝公宗到庭离开。什么？我凊彩讲讲的，啊，你真正要？袂的，我绝对唔答应。阿姨啊，阿姨，你莫安尼啦，你是莫紧张啦。我是讲，就算我要离开。嘛是爱等我找到惠良啊！是安怎？阿平现在才歹看。你的媳妇死过来探听惠良的消息，可讲惠良，什么人伫放假？真实的？阿你有探听到什么话无？哪有可能探听到什么？根本是想吴惠良想我起痟，吴惠良的尸体早就伫海内底叫鱼仔食了了，伊要去倒去找人？你是要去倒去找人？较细声的啦，惠良无死，我相信惠良绝对无死。是啊，已经死啊！哎呦，好啊好
较细声的啦。囡仔做无骨，咱则嘛骗我爹，你安尼大细声，会甲迄个惊着啦。有啥物代志，明仔再讲，先出去啊，吼。我甲你讲，伊死啊，伊死啊！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，知影，较细声，你先出去啦。伊死啊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知啦，知啦。玉芳，你敢知影？我若想到你要离开我，我心肝就出艰苦的。我本来抓准讲，你会用代替公主你那尔，好好照顾伊。想袂到，我拄则毋是讲过，我会带公主走。啊，不过公主是我唯一的金孙。你无替伊想，你嘛爱替我想嘞。我安怎讲？我是你的阿姨，你敢真正这么绝情？不是我绝情，是我，是我跟惠好无缘。我知影，你爱的是惠良。哎，阿姨，你较细腻啦。我一个金孙，真可怜。为今仔日开始，你着跟阿妈过日子啊，哦，公主。阿姨，若等你离开，再有这个囡仔关系，不如较早予伊关系较好啦。